老户旧的那个三宝殿呢，它100年了，那个百年了。整座寺庙历史是300多年。重建，从清朝康熙时代参策法师来台南台河这边就兴建那个八仙寺救人，后来他的徒弟就建辟鼻云寺叫心莲，心莲。佛教有多种宗呢？已经刚刚怎么挂了？对，还有一个迦兰。哦，好庄严，好庄严！还有大仙寺，重建三宝殿，那个新建准提殿、祖师殿，刚在中华民国106年11月12号，农历9月24号，礼拜天举行圣像开光大典。哇！